你就知道说，有时候我也要。三 D 洞可能眼睛瞄到还是他碰到？其实因为做餐饮有时候他在里面上厕所，在那就是瞄到他不，或许他只是想在外面用，可要看到那边就吓到。好，我们吃一个鼎泰丰，鼎泰丰的是个什么包啊？芝麻包。这是红豆包哎、欸，红豆一个。对，刚才我吃一个芝麻、啊。这是红豆。OK。所以说，那个 Ryan 他的行动范围都要到南京西路的捷运站的那一间叫 Bobby and Friends。是，他有跟你讲。他刚才就讲，我在 Google 就那间店啊。他是做捷运的路。走路要去。哇，这样运动量也不错，走到南京西那边。而且他还有上健身房啊，他比我们一般人都强壮。所以说他的运动量比我们够。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走。他没有搭捷运吧？应该有。没有，他捷运比较，他就在地下街这样走。他、啊、不然就是路面上走。嗯。他的活动范围其实算够运动量。嗯。而且说，他刚才说他已经肚子很大，吃很饱，他吃不下了，他吃不下了，所以他给我们吃。可是他吃什么东西？他吃鼎泰丰。鼎泰丰应该是星光三月买的，他星光三有分店，这都你的、哦，这全部都你的、啊。好，那咖啡留明天，人家喝茶，然后这个有个 hummus， 所以你，啊，这也是你的、哦，这个你不吃，我已经吃一个了，吃一个，好，那这边你的嘛，对，好，我休息一下，这很健康，我觉得很好吃、嗯，你等一下吃就知道，它里面蔬菜啊什么都有，然后又有青椒，啊，都是类似生的，然后玉米的、啊，沙拉卷那个鹰嘴的沙拉卷，健康，这东西都很健康。对啊，他们说哈马斯，乱吃的东西都很健康。对，他们的走法，像他会跟我讲，那我买那个马卡丹尼亚，就是夏威夷种。那我相对比起来，我觉得乱吃法健康。他就每次吃法，他不是像我们刻板印象里面都是大鱼大肉大块、啊，他那种吃法，他那个又是另外一种。像史蒂芬这样，史蒂芬还会吃那个。他这出来又是另外一种比较健康的吃法。啊，史蒂芬不是、欸，史蒂芬是披萨什么又。他是斋戒几十个钟头才吃一餐，那又不一样。可是吃的东西不一样啊，看史蒂芬跟乖的。对，所以说他们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。你吃就是很好吃又。好，这是 hummus， hummus， hummus。有青菜，很大量的青菜。因为我吃过一次，他不知道，他有请我吃过一次。这蔬菜玉米，哇，里面都是。红色甜椒，那很健康的东西。有哈马斯，有蛋，有青菜，很健康，而且又很清淡。全身心赞不绝口。然后不油腻，不会油腻。然后这边还有，那个小黄色玉米。对你来讲，你也觉得不错。有蛋有什么？水煮蛋。其实这种吃法营养都够，你看蔬菜啊、蛋啊什么，营养都够。你要看你的工作量。你工作量这种的话就是一般人啊，你如果在劳动量大的话，这个又不够。啊，你如果像工地那个就不一样，工地那个不一样。东西一定要吃的重口味、嗯，有地瓜，对啊，蛋沙拉。啊，如果像工地，你要吃重口味，工地的人看人的、啊，每个人体质，有的还有吃素都有啊。啊，有人受不了，吃加吃素要受不了，他会觉得没力气或什么。很多是他不会调他的平衡。它的平衡是维他命、矿物质、油脂、蛋白质、淀粉到平衡嘛，然后依据你的工作范围来调整它平衡。为什么有些人吃素食很强壮，而且又有些人不会吃就很多啊，那么多啊，然后就得癌症啊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不是他是个善良人，或许他就是方法错，他没有老师的方法没有教对。啊，我看有些人吃素食，可是他身体就很强壮，不是那种皮包骨。不是大肚子啊，也不是大肚，也不是胖，就是很健康、很壮的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人嘛，人的差异性、多样性。啊，你看多安人，他是不是高高大大这样？
他是很漂亮的美国人啊，加州人啊，德州人啊，而且高大，你不觉得他很高大？而且他只是有肚子而已，我看他肚子吃饱这样，哦，还好，高他很高，可是以他的个身高这样还好，那他比例都不错，所以还好，那史蒂文就比较矮胖，哦，我有点饱，我觉得好像。我刚才在焦虑，所以是你焦虑的，你紧张才会这样。你跟我讲，你遇到事情就这样。对，所以说我知道我一直要比的动作。所以说你要克服这个东西。但是我要跟他讲，你要让我啊，我让我把它处理好。那所以我想你要克服这一点，不然你会常常会这样。好吃，下次吧。下次再去外面吃。下次可以去。Bobby and Friends 在南京西路那边。对，你知道地方吗？我有 Google 到。你大概知道。反正就在捷运站边边嘛。哦。Bobby and Friends。Bobby 的朋友，Bobby 的朋友啊，他台湾人。可乐喝一喝又害了。你又害了。我是。你那个咖啡喝下去你就知道了，咖啡要比天的。那是土猫的，但是这个就是它应该就是美式的包装方法吧？那个老板是台湾人，他有拿合照给我看。那台湾人怎么会做这个遮掉？他喜欢有些人就是有出去看过世面嘛？我开一个改美式的咖啡厅，或者是纽约还是洛杉矶还是西雅图，哪里有类似的？我们怕把他引入啊。他有学过。对，所以说他是这个叫做 Hummus 啊，他即便是 Hummus 那个鹰嘴豆沙，真会挑鹰嘴豆泥饼卷饼。对啊。然后酱汁140，两个140，两条140，对，两条140，超大分量的。对，两条140。它的综合味道调得很均匀，有地瓜的甜，有这个青红辣，有点酸，然后小黄瓜，很那个奶蛋黄沙拉蛋黄蛋白沙拉的绵密感，所以说它调得很好，而且里面什么蛋白质纤维都够，一般人吃这很棒。就是说，以我现在我是已经，因为我刚才在焦虑嘛，在处理那些便便，所以说我利用这慢慢把速度缓下来。这个对胃慢慢去尝那个味道，这不错，有甜，有那个什么沙拉，那个甜椒很甜，然后还有鸡蛋的那个，你这个。这是什么？你我吃两个啊！我还有两个哎！你有两个？对啊，你也是啊！我操！我还有两条你还有两条？好。对啊，我已经吃加这两条，我就吃三条了。等于是 Ryan 的那一份全部都给我。我知道这边还有两条。我是饱了。你可以留着玩一点。它之后想那个口感也很好，它这样调口感很好，咬起来会感觉有那个口感，就是吃起来会让你口感。原来 Ryan 他喜欢这一味。早上他叫我去 Costco 买了汉堡，就这个。难怪啊，他喜欢这一味。他的走向是这样。他史蒂文就没有特别的走向，他就是吃什么汉堡他咖啡，他会吃很多。汉堡啊，披萨、啊、这样，牛排。对啊，他什么都吃了。只有面粉不吃，自己讲。面粉吃不多，然后前糖类他不吃，他茶就不加糖。所以他的那个英式那个伯爵茶，那个伊尔龟不要去那个就不茶无糖。他都这样。每个人的想法没有什么对错，就是说他觉得这样对他最舒服。好。它的包装就是这个杯子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放好塞进去，漂亮，耶、yeah, ！一杯，它的包装就是这样。Bobby and Flanders， 好咖啡。芭比的朋友。对，芭比和朋友。芭比和朋友。对。
然后就是留着当明天早上的 Bobby and Flanders Cafe。这名字还蛮特别的。好，好，任务完成。